他开心，我们就听他开心啊。就有看过宝宝的吗？跟大家同步看到。这个是宝宝的东西给那个吗？有啦有啦。有啊。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关心就是默默关心，在旁边，对啊，支持他，这样就好了。第一集会不会有特别的来宾？这么会切入重点？我们每一集来宾都蛮特别的。会不会邀好新手妈妈之类的？新手。你说我妹妹吗？我听她给她开心，她开心我们就听她开心啊。就有看过宝宝的吗？说照片有，跟大家同步看照。这个是宝宝的东西给那个。有啦有啦。有啊。因为我觉得身边的人如果有生宝宝，都会送一些小礼物给他们。因为我不想送废物，所以我就会送，比如说尿布之外，还有什么好用的奶瓶啊、奶嘴啊这种都会啦。还有也会送爸爸妈妈礼物啊，因为他们也很辛苦。我们今天是聊到十点，谢谢，不要这样子，搞得好像你在生一样。因为那个不是我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不特别帮大家回答，就是帮其他人回答问题。他之前就是有到抒发心情，有关心他吗？那个我不知道，还是要讲一下，就是你很胖，你很胖。那所以说你有要生产包裹吗？应该没有，我已经四十几了，所以我怕现在是高龄产妇也不太适合。所以应该没有。但是凯乐他也41耶，他有成功，他要来吗？很棒，很棒。因为他一直在社群上发文，就想说他是不是付出的节奏。我没有问他这个哎，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关心就是默默关心，在旁边，对啊，支持他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我也没有问太多，对。但如果我想生小孩的话，会跟他请教。